面多大台呀？不大，你工作呀？我上面也差不多了，不，我现在差不多。
你要不给你分两了，给你分两了。你要再买，就是在这里分。对，分两了，好吧？分两就分两，都是刚出锅的，好不好？那你要分两个不一样吧？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那个，两个吃饭拿三个吧，三个五块。好吧。你这个，好大，表面脆，好吃。 微信收款2元，微信支付已收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等它凉了再记起来，先别记起来，先别记起来，提前有水汽。一个，微信收款2元，微信支付已收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哎呀，一个，10块钱的，怎么方便？ 10块10块10号，可以，这个，那，这两个，5块钱3个买不啦？那呀，这就是5块钱3个，想买几个就买几个。三个不行。来来来来，听哥看看旁边啊。那是你谁是两个人？哎。 Thank you.
六个。你有我一个。你跟我四个聊的话。或者是。四个两个，六个。呀，中了。钓鱼。坐着看，不搞着把乌皮条割开耶。你这个手啊，没叫阿霞为什么？你要开门这个吃啊着，是吧？这明明不是丢人，看你，那看我有。这个有施工开的，施工开的又不干，我到人工房里我肯定有啊，是不是？那不给他那上面毛了？你这现在啷个整？来这里就是啥的一年，这西瓜是蓝的。在屋里想买两只蓝波，找到那黑色太难认得了。哎，我。谁是哪位弟弟？不要放一个袋子啊。哎。嗯，掉到地上给我拨蒜米过来。我总掉到肯定是我的。哎，我给你抓住。我们倒三个袋子，六个。三个。早上米的，不干饭不太吃的。谁也比高山。这个我们半夜弄到那个五个女的，说他真的啊，哎，半夜抱到这个，我是看不出这个你要
几块？十三。天子宝座在西边。这个松糕了，我那个松糕的跟它不一样了。对，那个糯一点的糯。这个是叫什么？啊？基本上都3块5一个。都一样，都3块5。对。薄荷跟桂花有啥区别？哎，那个臭豆腐该给我拿。新来的没有经验，知道不？不不不，这是老板，这是老板，这是老板，看看俩。分期收款6元，分期收款5.2元。这有什么来往？我帮我。
点点大，这个里面都是水。哎，加多少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最好要剪掉。你看多少钱斤啊？98。减减减。阳光打盘了。微信收款2元。
得了是的，那个我来擦耳吧。你们没
这个呢？这个五块钱一斤。那我称这个好的了。那个是带根，随便你，你要那个你就倒出来。这是带根的。那是这个好玩。他妈的呀，从哪里电视又碰到哪里响。
不好了还养汤做不好了还这两个多少钱啊？啊？这两个？这是七两个多少？七两五十五，一个。那干嘛呀？我装着
25斤，要几个弄几个？这个呢？那个一样，一样价。一样的是吧？嗯。要多少弄多少。
够吃就好了。奶奶，不香。这个是啥？萝卜丝饼。嗯，萝卜丝饼。你要什么？嗯，帮我拿四个我家的糯米圆。啊、哦，好。差不多了吧？你去问花花，你怎么？你这搞不好的，哎，你准备出去一下。没吃完嘛，那没给我换，他就是又来给添了两行什么的，第一锅不成。